待会儿我们会录个一个全球最有违法拍照。嗯。成都最好的天是四月份，四月五月，反正再等一周，你们下周就可以感受到明显好了。啊，弟兄们做的时候会感受到。对。神灵。成都还有一个外号叫田园城市，我待会儿带你们去看，就是你们那里盛产油。